哟，陈师傅，好。你帮我救埋下。系，师傅，叶翁你好。论制，花拳受腿。唔好乱讲嘢，文。呢门咏春拳系五梅师太所创，正在以柔制刚。陈师傅徒弟满门，可喜可贺啊！叶翁，听讲近嚟你成日去香港办货，生意兴隆噶嘛？哎，我搵人拎屋租俾你先。诶，唔使噶，唔使噶，我哋系好朋友嘛。你将桑园咁平租俾我哋，我都未报答你添。其实你想报答我都唔难。阿曼，哎，爹，呢个系我嘅细仔，叫叶文，系我同袁佩亲生。天赐，爹，呢个咧系我收养咗一年嘅义子，叫天赐。我今日带佢哋嚟，系要揾个厉害嘅师傅。揾师傅？系啊，佢两个好喜欢学功夫。师傅饮茶。师傅饮茶。啊，你两个今日入门，要记住本门嘅训示，学武要正宗，行事要正直，为人要正心。知道啦，师傅。阿文，你唔系话好喜欢学功夫嘅咩？武馆里边有好多师兄弟陪你玩，阿爹仲要香港做生意啊嘛。阿爹，万事小心啊。嗯。天赐，你要好好照顾细佬啊。爹，我会噶啦。师傅，饮药，我摆嗰边。记住，手由心发，点点皆清，念头正，终身正。师傅啊，啲药冻啦。你进步咗啦。你哋要记住，心法正宗，自然手法正宗，逢手必稳，攻无不克。咏春嘅精髓在于追影不追手，重心不重眼，知道吗？
次醒醒啦，你系咪发恶梦啊？你讲乜嘢啊？你系咪好肚饿啊？其实我都好肚饿噶。哦，两只大老鼠够胆出嚟偷嘢食，如果被师傅发现你们就死定了。不是他偷的，是我偷的。我偷的？不是他偷的。不是他啊。你们两个小声点啊，见是你请过我吃太妃糖份上，我就帮帮你们了。给你们的。油炸鬼为什么硬是一妈的呢？如果一条油炸鬼有三边就啱啱好啦。师傅，饮呢碗啊，呢碗啱啱煲好。我见你咁忙，如果啲药冻咗，再翻煲就冇益噶啦。钟叔，你忠孝两全，将来武馆交俾你，我都好安心。阿敏嘅荣性好高，系学武之才。将来我唔喺度，你要好好咁栽培佢。嚟，去照顾啲师弟妹。仲素向华顺师傅发誓，有生之年必尽全力，将正宗咏春发扬光大。大家到此为止。好，你翻去先啦。好，翻去先。好啦，大师。主持，今日打得唔错啊。敏啊，休息下啦。喂，大师都要食下开饭啊。你咪，等我帮手开饭啦。好啊。元宵，团团圆圆食汤圆啊！千玺啊，
台真係好運啊！對面開檔皮影戲，我哋啲生意好耐做唔切啦。嗱，呢啲咧唔係叫做好運，係經過深思熟慮嘅。哇，好叻啊！今晚呢碗我特登留俾你㗎。哦，我食咗六碗喎，飽曬咯喎。飽仲食？出去散下步，幫助消化。天志哥啊，我哋啲生意做得幾好啊！我想周圍睇下嘢啊。好啊，元宵佳節啦嘛，我都想去睇下。同班混啦，得啦，我行下义气，我都开住档，你出去玩。好啊，好啊，哎，行啦，行啦，哎，快啲啦，慢啲食啦，快啲行啦，行啦。喂，等埋我啊。美惠，你唔走得啊？咁你走咗嘅话，边个帮我煮汤圆啊？咁样啊，一阵间佢哋翻嚟，我陪你出去玩。嗯，唔使啦。样样都会捉中个象棋喎，切！中国人够识玩西洋玩意咯。既然西洋人可以学中国文化，我哋都可以学西方文化噶。嗯。喂，我哋前面睇下咯，行啦，行先啦，行先啦。你们真识货，这个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留声机可以留住你们最美丽的声音。犀利，而家连声音都可以留住。这首曲是英国民谣，相传是英王亨利八世做给一位拒绝了他的女孩。是吗？太棒了，那这女孩也太有个性了吧。Oh my god, how can I sell this?我的车没给你挂上了，你叫我怎么卖呢？我不是故意的，要不我赔钱给你吧。真是十分贵重的宝贝，你赔得起吗？老板，那我把它买下来。产品弄坏了，各脚拨得不顺。哎呦，就买就买嘛，够了吧？小姐，请问贵姓啊？改天我拿钱还给你吧。不必了，谢谢。家姐，哎，屋企又冇唱片机，你买唱片嚟做咩？我买嘅唔系唱片，而系一种感觉。你咁样揼到我头喎，赔钱！大爷，我边有钱啊？我理得你有冇钱啊？总之你今日一定要赔翻五十个大洋做汤药费。我边度有五十个大洋啊？啊！冇钱俾啦！家姐，你哋喺度做咩啊？唔好喺度虾人喎！咩啊？留翻去。哎，起身。我睇得清清楚楚，个空竹系跌落地下，根本就冇揼到你。你系边个啊？咁样同我讲？我警告你啊！你再唔走嘅话，我可以叫巡捕啊！你五行欠打，五行入面冇欠打嘅，你哋几个先欠打。打！
小姐见勇为，佩服佩服。可唔可以留低尊姓大名啊？不必啦。诶，小姐，佢叫叶问啊，我叫小山啊，我叫姚才啊，我哋都系咏春派嘅，或者你可以叫我哋做咏春三雄。家姐，你张唱片啊，多管闲事，有冇整亲啊？冇啊，行啦。走了。请问找哪位啊？我找叶问。叶问？他不在这里，如果你有事给他开给我。唔得，有人叫我一定要亲手将呢封信交俾叶问噶。随便你啊，你可以慢慢等。顺便喂下附近啲大草蚊。大草蚊？喂，等等。好啊。咁唔该你，一定要记得将呢一封信交俾叶问。好啊。Thank you。叶翠伯。哦，美惠。入去坐啊。叶问喺入边啊。哦。爹。回来了。你两个搬个什么回来啊？这个是姐姐的新玩具。小心点啊。为什么等了这么久她都还没有回复的？她都还没回复啊？你老实说，你到底有没有亲手交给她？我真的有的。是不是肯定啊？肯定。今日俾你旁身啊，四时感冒，周居云落，呕吐痛都唔使怕。知道啦，阿文。今次落香港读书，杨氏要小心。哦，你都小心。走啦，大师。走啦，阿敏，你今次落香港，唔好荒废光阴。除咗要用功读书之外，唔好抌低啲功夫，唔好忘记师傅嘅教诲，唔好同人打交，唔好争强好胜。学武正宗，行事正直，为人正心。大师，你放心啦。想念，遇到心上人，地暗。
天分，只需眼神，从未牵手，也未尝热吻。相思多么不经意，相思在我心深处，相思简单的故事，童话故事那日浓重开始。翻去有时间多啲练习下，知唔知啊？请问叶问喺咩度啊？哦，佢去咗香港喎，你边个问题？冇咩事嘅，唔该。到天荒不需觅寻，缘分赶上了，遇到心上人，被暗天分只需眼神。从未牵手，也未尝热吻。相思多么不经意，相思在我心深处，相思简单的故事。阿星早晨，阿星早晨，食油条啦。点解啲油条咁得意噶？佢哋咁大食，一妈又点够食咧？就整咗三边出嚟咧。食早餐啊！你哋点解咁唔卫生嘅？你想知道点解系嘛？嚟！喂喂喂喂喂！你而家知道规矩啦。我帮你。唔使啦。你都在这里啊，真是好了。李会长，谢谢美惠，你成日照顾我的起居飲食，现在我就送份礼物给你。哇，好靓啊，多谢契爷。天赐，你加入精武体育会之后真是帮了我不少忙吧。哪是啊，怎么都好啦，我都送件礼物给你。多谢李会长，你哋都系喺我嘅古玉珍藏里边特别拣出嚟送俾你哋噶。呢个好似一对嚟嘅。系啊，一对噶，同你哋一样啦。Business. I heard you say Chinese pigs. Oh, no, no. I'm sorry, I don't mean Chinese pigs. I mean Dong A Bang Fu. Come on, Dan. We'll give you 3 minutes. No, 2 minutes. No, 1 minute.
okay. Your kung fu is formidable. We call it Wing Chun. 你朋友叫咩名啊？好劲喎！佢叫哎，叶曼早晨。早晨，叶师傅早晨。叶哥哥早晨啦。早晨。我認識他們的嗎？葉問早晨。這個肯定不認識。老闆，我不是老闆，我是這裡的管事，有什麼需要？要幫朋友買些藥。入得嚟药材铺，梗系买药噶啦，细路。去医生去高，边样见效快啲啊？做咩啊？佢受伤啊？点解会受伤噶？打交啊？梗系打交啦，俾边个人打啊？诶，我打伤佢嘅。咁就话系你个朋友？打完交咪变成朋友咯。咁你点解要打佢啊？老闆啊，不如你帶佢嚟，帶佢嚟敷藥，敷藥，帶佢嚟俾我打多佢鑊啊！等佢以後唔好話我哋中國人係差啲食品。你點知㗎？你都同學仔講噶嘛？而家啲街坊個個都知道你個名叫做葉問啊，你就威啦，細路，你學詠春㗎？詠春正宗，佛山湛先生第二代傳人。听你咁讲，你系找传华嗰度弟嚟啦？系啊，我仲以为乜嘢正宗，以为你跟五梅书大学嘅添。学几耐啊？沉桥学完未啊？标子又学过未啊？咦，老板，你都学过咏春嘅？第一，我讲过我唔系老板，我系呢度嘅管事。第二，我系学咏春嘅。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正宗，有没有兴趣玩两下？下次先啦。下次就没时间了，是就现在来。不要了吧，万一有什么损伤。那你只是看我们的老人家不起的啫。来吧。本事先生。李师傅冇教你咩？同门教技，留力就不留手。做咩啊？睇我唔起啊？咁我嚟真噶啦。细路，你冇嘢嘛？冇事。冇嘢啊？咁就嚟过啦。跟住我啲药啊！喂，睇住我啲衫边走啊！喂喂喂，你嗰啲都系咏春？我打出嚟嘅就系咏春。詠春系手打七分，腳踢三分嘅，專攻下山路。唔好賴師傅，冇錯，傳統嘅詠春係以手為主，但係唔能夠一成不變嘅。變化咗嘅詠春變得更加靈活，有腳法，有術法，一招多用，招招實用。你知高人尊姓大名咧？我叫做梁碧。佛山人个个都称我做先生碧，李叔公梁赞就是我的伯爷。原来是师叔啊！咁我的咏春仲算唔算是正宗啊？师叔真是风趣啦，细路，
后日你再嚟呢度揾我啦。后日嚟呢度？你唔想学嘢吗？哎呀，梗系想啦，但系读书期间冇咩多余钱交学费。我有话要过收你学费咩？外观检查，手足开心。待ちなさい。これは日本商会が英国領事館から購入した薬品だ。検査は免除のはずだ。北野先生は唔可以得。呢啲系英国领事馆向日本商会订购嘅药品。我唔识英文。いい加減にしろ。たかが通過員の分際で大日本帝国の商会を侮辱するとは何事だ。誰が責任取るんだ。你一个小小的官员竟然公然藐视大日本帝国的商会，如果货品有损坏，谁负责？那如果有人走私漏税，由谁负责？兄弟，开箱。去。乜嘢先生话唔可以得？停手！你又做乜嘢？你知唔知呢位先生系何方神圣？你知唔知道北野先生每年捐几钱俾佛山啊？北野先生，真系唔好意思。你可以继续睇货，仲喺度做咩啊？走开！有捐款当然最好，但系嚟自日本人嘅话，我宁愿唔要。李会长点解咁样讲咧？日本国狼子野心，日俄战争之后抢夺我国领土，又修建满洲铁路，实行经济侵略，佢哋系东三省嘅所作所为。大家都有目共睹啊！李会长的想法，本人是理解的，但是在佛山的日本商会并没有参与东三省的事务。北野会长和其他外国商人一样，只是来做生意啫。其实我们对任何团体接收的捐款都不是什么坏事啊。非亲非故，北野不会无条件捐款啩？这个北野会长在佛山做生意这么多年，这次算是回馈，希望大家不要有怀疑的地方。天赐啊，你都要做生意的，你就以新晋干事的身份发表一下意见。李会长讲的我都认同，讲到底目前精武会的财政状况十分之稳健，并不急于任何的捐款。天赐，我先回去先。嗯，慢行。先生，你翻得好啲劝下李会长，叫佢唔好再食古不化。市长，我都系读书人，何必为点样一介莽夫讲几句说话，搞到自己唔舒服？嗯，你讲得啱。告辞，慢行。唔送。经过变化后的咏春，善用软拳、近争和痴身术，长短兼备。咏春的术法是以反关节为主，不用拉住对方。李书古陈华顺的咏春是以长桥和低腿为主，经过我不断改良，变化后的咏春是短桥和高腿兼备的。其实咏春不应该再分正统和不正统，对我来讲就是不分你我他，咏春是一家。在英咩呢？ Reverend， 中国人是先讲姓后讲名的。Oh, Jeep, man, all the best. Same to you, bye bye. 拜拜，可以走了。再见啊，叶妈，再见啊，辛苦啊。
唔該曬，多謝。咦，葉問，你做乜翻嚟都唔通知聲啊？李偉，喂，葉問翻嚟啊！你的手信喎、啊，其他醫生係我嘅，其他都係你哋嘅手信。啊，都係葉問兩兄弟㗎啦，行啦。你睇，你買俾我噶，咁多太妃糖，我點食得曬啊？好，全部食曬啊，仲要俾我哥攞去賣噶。阿媽，天子翻嚟啦，哥翻嚟啦，係啊。哇，咁耐冇見，咦，仲好硬正喎，有練嘢嘅話，係咪想試下先？好啊，電話。咏春咯，咏春边系咁样高脚噶？你边度学嘅？过多两招先啦。好啊。都算是咏春啊！葉問，好犀利啊！教我啊！好勁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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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做過，做過你。啊！美惠，美惠，小心！細佬啊，使唔使咁認真啊？我都冇事。咁大力，喂，美慧，休息一下，我哋一齐学啦。啊，你哋都咁好学啊，好嚟。冇嘢嘛？冇嘢嘛？你好犀利啊！呢种摔法咧，以反关节为主啊。同日本柔道唔同，唔使拉住你手噶。哇，好犀利！我想学啊！我又想学，我又想学。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我帮你攞。你鸡好肥喎，我拎入去先。阿文，记唔记得师傅同你讲过啲咩啊？同翻屋企。大师兄，走啦！走啦，大师兄，大师兄，走先啦。我嚟问你，究竟我哋师傅陈华顺嘅咏春正宗啦，抑或梁碧嘅咏春正宗啊？梁碧，大师兄啊，梁碧师叔嘅功夫同我哋师傅同出一脉，应该唔算偏离正宗啊。何况梁碧系我哋师公梁振嘅亲生仔，至少就跟赞师公学拳嘅。梁碧呢个人高傲自负，成日就系识顶撞赞师公，又同兄弟不和。可能佢真系有独特嘅见解咧。有独特见解啊，都唔应该同自己父亲同埋兄弟不和啊！我记得师公先游之后，梁碧嘅细佬就喺自己屋企大院嘅入口起咗一埲墙嚟分隔佢哋两家人，咁样你就知道梁碧嘅人缘啦。施法凡人系怪咗啲，但系唔代表佢拳法唔好噶嘛。外边啲人讲我哋咏春拳甚少摔打招式，但系梁施法就话可以用标志拳入边嘅吸掙标手将对方摔倒，我试过效果相当唔错嘅。比传统一招低嘅用法有更多嘅变化。我嚟话俾你听，梁碧所学嘅咏春啊，只不过系师公嘅皮毛啊，你所有嘅招式都系乱咁作出嚟嘅。唔破旧立新，又点会有进步呢？你仲未领略到咏春嘅精髓，就咁贪心，乜嘢都想学，到最后啊，斩一事无成啊！我唔食，你自己食啊！达师兄，你唔好咁嬲啦。阿文德啱啱翻嚟，你可以慢慢教佢嘅啫。好。我而家就教佢。
我睇下你出面学啲旁门左道究竟有几犀利。起身，起身啦！大师兄，大师兄，真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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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嘅系咏春咩？本门咏春啊，有佢啱啱所踢咁高嘅腿法，咁都吸三啊！我而家要你通通跪喺师傅面前发誓，以后唔准再学本门以外嘅咏春。大师，唔关佢哋事，系我要同啲师兄弟切磋嘅，佢哋都冇话要跟我学，要罚就罚我一个啦。阿文，我的功夫已经全部过晒俾你嘅，多谢师傅。以后你唔好再叫我做师傅啦。点解啊，师傅？你师傅系陈华信，你应该要专书重读。当年我年少气盛，唔识得体谅人家，我家人又保守，接受唔到我嘅破旧立新，引致误会重重，诸多摩擦。我为了避免摩擦，所以我决定离开佛山。师父，叶敏的确是有练武天分，但是他敢不俏，你说我应不应该逐他出师门呢？师父，请你给点指示我，如果你认为我应该逐他出师门的，你就给我抌个头。师父啊，叶敏年少气盛，难免会犯错的，况且可能不是他的错，是我教得不好而已。啊，师父，不如我们三盘两胜了。多谢师父。多谢师父。多谢师父。几位？素民精武体育会主张弘扬武术，兴起门户之见，特登嚟拜师学艺。原来是同道中人，不知几位点称呼？拜师之前，我要看看精武会有冇资格教我哋。你咁讲咩意思啊？买货都要验版噶啦，我当然要看看师傅有几多斤两。几位朋友，本会从来冇呢种规矩嘅，你最好咪强人所难。哼，冇问题，你哋唔教就由我哋嚟教咯。哼，你哋分明嚟搞事嘅，大家冇用。阿爹，我偷心啊。北野会长，你带住一班人嚟我精武体育会，究竟为咗咩事？柯林登，总同你哋打交道，
你哋唔似嚟打交道，似嚟打交多啲喎。既然呢度系学武之地，较量下又有咩问题？好，李会长，唔使劳烦你。不要饮。真系英雄出少年。三邊油條嘅，係啊，親手做噶。三邊一個人點食得曬啊？係俾我哋三個人食噶，每人一條。嗱，兩邊比較脆嘅俾你哋，中間冇咁脆嘅。三邊油條係你細個嗰陣時話要食噶嘛？我幾時講過啊？你真係唔記得咗啊？睇嚟我細個都幾風趣。最衰你家啲都唔風趣啦，我唔食啦。美惠。美惠，我是不是说错什么？没有，来吃宵夜。哎，是的，还没恭喜你。啊？恭喜我什么？恭喜你成为成功的商人，年轻的才俊。李会长还说推荐你成为精武体育会的副会长，前途无可限量。咪笑我啦，都系大师兄教导有方啫。嗯，系啦，你读完书之后有咩打算啊？一场兄弟话你知，唔好笑我。嗯，我希望将来可以开武馆，将明春发扬光大。好啊，将来如果你喺佛山度开武馆，我打本俾你。唔单止系佛山啊，我仲要全世界，我哋全世界人都知道我哋咏春有几犀利。全世界好。我先预祝你成为一代宗师，桃李满门。多谢多谢。仲有啊，如果将来你出咗名咧，我将咏春拍成影画戏，咁咪全世界人都知道咯。嗯，一于你出钱，我出力。好，咁利润点分咧？一于你三，我七。唔啱，一口价，你四我六。啲嘢中啦，食嘢先啦。一于咁话啦吓，食嘢先啦。你嚟揾我做咩啊？市长嘅仔嚟咗，话想要你睇影画戏。阿爹啊，佢竟然代你答应咗啊！系咩？系啊。佢有冇话睇边一套戏啊？吓、啊？你真系想同佢去啊？咁叶问呢？你嘅自由恋爱呢？自由恋爱？等咗咁耐啦，仲系等唔到我嘅爱情。
或者我同叶问真系冇缘分啩？你真系咁样谂？唔系点解咁耐一直都无声无息啊？咁你教我点啦？我想你都是不喜欢看这么恐怖戏了，不如我们喝冰吧。不去，我喜欢看。我买飞。这边请。这叫飞，清楚。叶敏。咦，见叶勇为小姐。我是副市长千金张小姐，你好。你们好，你们又来看樱花戏啊？是啊，咁啱嘅。细佬，张小姐都揾过你。你揾我有事咩？睇你先啦，睇完再讲啊。你连林文都唔惊，我仲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添。我跌我啦！而家点样啊？而家吸住僵尸，一步步行近女主角度，准备考。考完未啊？仲咬紧，仲咬紧。睇得噶啦。真定假噶？可以看的啦。死我！不好意思啊，张小姐啊，我车你翻去啊。唔使麻烦你啦，曹公子。过嚟啦，咁我哋三杯番薯，多谢你请我睇戏啊 ，Thank you very much， 第一件，买番薯啊，张小姐，你英文喺边度学噶？我自己学噶，我细佬喺香港都有学过英文噶，或者你哋可以约埋一齐交流下英语会话。咁我哋而家去边度玩啊？听日师傅生忌啊，我哋去买鸡。好啊。走啦，美慧，走啦走啦，我哋又唔识听英文，你又唔识讲英文，我哋行啦。你唔系话有嘢要问我咩？啊，而家唔需要问啦。你都几得意喎。其实我有嘢想问你。你问啦。我仲未知道你叫咩名。你唔系叫我做见义勇为小姐嘅咩？我觉得唔错喎。咁你真系唔打算话俾我听啫？我叫张永成。有时候谂起一个人，但系又唔知佢叫咩名，就好似首歌不停咁播，但系又唔知道歌名一样。又有时候知道个人叫咩名，但系又唔知道佢喺度谂紧乜嘢，就好似知道只歌嘅歌名。但是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唱。一、二、三、四。怎样？是不是很痛啊？他蝦我，你帮我教训他。看我怎样打。这样打的嘛。一、二。这么慢的，打快点。再快一啲，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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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你唔好笑，笑会泄气噶。你睇下你啊，成日堆住块木头，所以啊，你个人呢都好似块木头一样木口木面啊。咁点样先唔木口木面呢？
你可以想下第二啲嘢噶，譬如话谂下你中意嘅嘢，同你中意嘅人。咁我就贴你个名字上去，张永成。咁你咪日日都打我咯？唔系，其实咧，我想日日对住佢啫嘛。叶文，入去帮手煮饭啦。我要同永成出去食饭。嗱，我哋永成，你过嚟，我有嘢同你讲。你去书房吧，哥。爹，揾我咩事啊？永成，你犯咗个大错。咩大错啊？最多都系我冇理到个曹公子啫。你唔应该同武夫叶敏来往。既然你唔中意武夫，咁点解你又支持精武体育会啊？我支持佢哋系我工作上嘅需要。但系我交朋友唔系为咗工作，我冇你咁虚伪。虚伪？我系你阿爹，你点解系都唔听我讲？我惊你喺出边唔交损友，影响咗呢个家嘅声誉。除非你唔中意呢个家啊！你翻入房慢慢想想啊。送给你的。多谢。一定可以发多几个好梦。我想我们以后可能不可以再见面了。为什么？我来拜访张副市长的。啊，请入来啊。先生，你坐阵等等啊。Okay, it's done. I hope to see you soon, Mr. Chan. The pleasure was all mine. Maha maha. By the way, where can I purchase Bone China? 佢想话咧，知道喺边度可以买到中国骨头喎。骨头啊。But it's simply a door.Bone China. 不列顛人非常欣賞中國骨頭。我睇去屠房買比較平啲。Go to Killing Animal House to buy. Killing Animal. Yeah. Kill. Okay. Kill chicken. Kill cow. Kill pig. Kill duck. Kill goose. Good. Thank you. Okay. 老爺。骨瓷啊！Just kidding, Mr. Zhang say he can take you to buy very good China bomb. 開玩笑啫，開玩笑。Thank you for doing this favor for me. Goodbye. Goodbye. 後生仔，你英文唔錯，未請教。我姓叶，名文。叶文就是你啊，嚟找永成啊？今日专程拜访副市长你嘅。揾我？家姐，家姐大件事啦！咩事啊？大惊小怪。叶文嚟咗啊！叶文嚟咗，佢嚟找阿爹，唔知喺度倾咩啊？你嚟啊！我帮你啊！唔使啦，美惠，我哋今晚睇影画戏啊！其他师兄弟咧？小生姚才，佢哋都唔中意睇言情片。叶问咧？叶问，佢有人陪噶啦。俾我谂下先。你唔好谂太耐，如果唔系套戏就落画噶啦。
几时要睇啊？其实咧，我已经买好咗两张飞噶啦，不过太妃糖我买唔到，净系买咗朱古力。陈老爷个贺礼啊！喂，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阿姚菜，系，快啲将啲贺礼攞晒去大堂。里面啦，唔该，唔该，食啦。哇，啲纸纸咧，辛苦晒，纸纸纸。哎，嗱，铺好啲。喂，左边嘅灯笼挂咗啲。好啊，过上去啊。喂，右边嘅灯笼挂右啲啊。写好晒啦，梗系啦，俾啲透视金啊。天赐。叶问，你哋将呢幅对联挂喺大门口啦。哦，好啊。诶，阿哥啊，我去攞张符。哦，好快，快啲啊！叶天慈先生，咩事啊？不夜家知道今日系你嘅大日子，特登派我嚟送贺礼俾你。新婚快乐！我好想知道你而家嘅心情。余生，请坐。哦，好。今晚咧真系高兴，天赐娶老婆，我又多个女啦。我都好开心。你以为咧系我半个女，天赐差唔多系我半个仔。而家半个女嫁俾半个仔，半个仔又娶咗半个女，加起嚟就系个好字。天赐咧系我成个仔嚟噶。佢娶到你半个女，我先系最高兴。你好快脆又可以高兴一次啦，照我睇，叶问都好事噶啦。细佬加油啊！天赐哥，我敬你一杯，祝你今晚洞房花烛。多谢。我都敬你一杯，祝你荣升精武体育会副会长。多谢。不如我哋大家一齐饮杯啦。好啊，饮杯好啊，饮杯。天赐，努力啊！我知啦，爹。饮杯。老婆，我敬你一杯。老公，我都敬你一杯。嚟嚟，再来一杯。好啊。来啦来啦来啦！哎，老爷翻嚟啦！今晚老爷好高兴，饮多咗啊！阿斌，今晚唔好走。你瞓啦，行啦，系老爷，几晚啊？阿文，我哋再饮多几杯，时候唔早噶，李会长。咩唔早啊？而家仲好早，
天赐华你的武功好了得，来，我哋切磋一下。哎呀，下次先啦。咩下次啊？入狱就今晚啦。哎呀，李会长时候唔早啊，咁就早啲切磋吧啦。哎呀，呀，李会长。哎，老爷，冇你嘅事，去瞓觉。我哋再嚟个。会长。师傅，叶师傅，天赐啊，佢唔嚟啊？琴日大好日子，我谂住迟啲通知佢啫。入去先啦。师傅，呢边啦。堂堂精武会会长，德高望重，既然死得咁惨，无论点，一定要找到凶手。李会长唔可以枉死嘅。嗯，带我入边睇下。嗯，报咗巡捕房未啊？未啊，都系先报巡捕房好啲。马上去报巡捕房，知道。我哥呢？喺房啊。叶天赐，你出嚟做咩事啊？你留喺度，你即刻同我出嚟，我有嘢问你。咩事，细佬？我唔信有人唔心虚。你讲乜嘢啊？我真系唔明，你盲目当你系仔，你点解咁做？我做咗乜嘢啊？你发咩癫啊？你仲扮懵？有本事用扣杀我灭口！你讲乜嘢啊？你就系依招杀死李茂豪会长啊！不过用左手。李茂豪死咗，我唔会俾佢枉死嘅。叶问，你放开佢啊！做乜嘢啊？你哋做乜打起嚟啊？你契爷死咗啦！你睇清楚佢啊！佢就系杀死你契爷凶手。就怕烧左手扣喉，你就话我系凶手？全佛山又唔得我识呢一招啊！呢招系你教我啊！你都可以用左手噶。日本人要铲除眼中钉，一定系你帮佢哋。我知，点解日本人要送贺礼俾你？我同外国人做生意，日本人送贺礼俾我，有几咁出奇啊？你发誓啊！发誓李会长嘅死与你冇关。好，我叶天赐发誓。天赐，巡捕房嚟，我要拉人啊！叶问，你冇去巡捕房？叶天赐先生。我哋要带叶问翻去巡捕房。你做咩带走我细佬？我哋怀疑叶问同李万豪会长嘅死有关。李万豪嘅客人话，寻晚亲眼见到叶问同李会长发生个争执同埋打斗。李会长寻晚饮醉咗，我细佬送佢翻去啫。送李会长翻屋企都唔使争执同打斗嘅。走，走，带佢翻。叶问唔系一定唔会嚟嘅，我细佬唔会杀人。叶先生，我希望嫂夫人唔好阻差办公。我跟佢哋翻去。我是清白的，你都不怕。走。叶天赐，你记住你发过誓的。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杀人，祝豪应该放了他。副市长，
叶问牵涉嘅系重罪，我哋需要多啲时间调查。叶问系无辜噶，你哋唔可以困住佢噶。张小姐，我哋巡捕房系讲证据，唔会冤枉良民。呢件案有人证，而且如果李万豪嘅死同叶问无关嘅，点解从来都唔解释？张小姐，你口口声声话叶问系无辜嘅，你有冇证据？你冇证据就唔好乱讲。叶天赐被选为我哋政务会嘅会长，好啊！恭喜晒，好，多谢，恭喜晒，多谢，多谢，恭喜，多谢会长，恭喜。先生，佢愿捐出300,000俾我哋政务会，而且佢将佢嘅弟子派过嚟我呢度，大家交流系正常，大家冇意见啊嘛。点解走得嘅？出去先讲啦，快啲！案发当晚10:30，叶问嚟我屋企揾我，我哋秉烛夜谈。佢饮酒饮醉咗，所以就喺我间房度一直留到天光。张小姐，你讲嘅系咪真话？凶案当晚，你真系同叶问喺埋一齐？你呢个口供非同小可。如果是亂勾，我們可以拘捕你。我以副市長的女兒的名義發誓，不過我都不可以因為你發誓就相信葉敏是無辜，除非有些更有力的證據。更有力的證據？我的女兒用她的政治來幫葉敏洗脫嫌疑，這樣都不算有力的證據。如果是這樣，我要请阿省长嚟一趟，为我主持公道。爹，爹，你唔好嬲啦，我真系冇办法先至讲呢个大话噶。爹，对唔住啊。你又话你自己有办法，原来系出卖自己贞节，仲要系为咗呢个莽夫。你要尽快坐家姐。永成，你唔好嬲啦。对唔住，我唔值得你咁做。值唔值得，我自己知道。不过你不用因为这件事而娶我的。永成，我明白了，但是你一定要嫁给我，我会名媒正娶，你叫你阿爹放心。
咁傻啊？天赐，我唔系你杀死鸡爷啊！你话又冇人做嘢，你出卖同胞，系为咗钱定为咗权啊？件事唔系咁简单，我唔知道点样开解释俾你听。美慧，美慧，你唔好走，美慧，你听我讲，你听我讲。我求下你，我求下你听我讲，听我讲。你做咩大魔王做啊？你唔可以死啊！你就系做人妈妈啦。但你杀咗人啊！俾你自首啊！冇用啊，冇用啊！你听我讲，我哋要揾一个属于我哋嘅地方。封信呢？边个嚟过？你讲我听，边个嚟过？冇啊，冇人嚟过。你讲我听啦，头先边个嚟过啊？大师，大师，头先你睇过我啊？你已经害咗我细佬，我唔想再害埋我大师兄啊！你去边啊？我做咁多嘢都系为咗令你平步青云。阿爹甚至揾叶敏做你个替死鬼，你竟然为咗呢种角色嘅女人临阵退缩？你要我做嘅嘢，我都做晒啦。你仲想我点啊？我就是我殺せ。やつはすでに我々がお前の替え玉に用も犯人に仕立てたことを知っている。我々の邪魔をする連中はすべて排除するんだ。もう殺したくない。この女のため。武士の尊厳にかけて誓う。この任務さえこなせば、今度こそお前たち自由にしてやる。こんな機会はもう二度とないぞ。僕の先輩だ。先輩の余地はない。天智，快啲出嚟！天智，天智，出嚟啦！出嚟啦！我哋荣村武馆冇汉奸嘅，你哋亦都冇呢个师兄。你快啲去揾天智出嚟见我。天智，天智，天智。师父。原谅我，我教导无方。好，要菜要菜。
师傅，你听清，你这个混蛋！咁样对啲师兄弟，阿文小心啲。好，
师傅同阿爹嘅名声。大家对你咁好，点解你要做汉奸啊？我唔系汉奸，我系大日本皇军少将，那个 AGS。我十二岁离开咗我亲生父母，嚟中国执行渗透任务。我每日都挂住我嘅故乡，我都想快啲翻去。我阿妈死嘅时候，我都冇机会见到最后一面。到依家，我都冇机会喺坟前鞠一个躬啊！依家好，等我死咗，所有嘢都一了百了。我系一个群人，我冇得选择。我而家好开心，我终于执行咗我自己任务，唔使再伤害我身边心爱嘅人，可以俾叶家收养，可以有你呢个细路，系我福分。可以同李慧做夫妻，我死而无憾。咁而家美惠呢？明春的精髓在于追影不追仇，重心不重眼。
队长，呢批货啱啱上岸，全部都系北野嘅，全部通通打开检查。海商，我都过，我买得在哪里？掩盖带，呢边都有一个，呢边都有一个，扶佢出嚟啊！有冇水啊？阿爹阿爹，出面有个黑衣仔晕咗喺度啊！哎呀，哎，走啦！千钧一发之际，佢揸住一支长棍咁匆匆赶到嚟，仲使出我哋正宗咏春嘅六点半棍法，喺度噼里啪啦打到啲日本仔落花流水。殊不知佢一不留神，俾你哋嘅天赐师叔用把刀羊刀一劈，将支棍劈开两橛。天赐仲处处逼人，佢仲用啲日本空手道同埋柔术嚟进攻阿叶敏。哇！咁我阿爹点样噶？你阿爹咧就好机警嘅，将俾人斩断嗰碌棍当做一对八斩刀，仲大舞一轮啊！仲用埋一啲我都唔知乜嘢嘅外来招式，一时间都难以归类。总之佢可以打败到敌人，况且亦都可以救到我一条命。我都唔理佢咩正宗一话唔正宗啦。由当时开始，我正式放下门户之见。望见一片好阔嘅天空啊！咁点解天赐阿爸识日本功夫嘅？系咯，点解啊？点解？其实你天赐阿爸做乜偷懒唔练功啊？咧！快啲去练功啦！快啲练功，练功，练功！大声又讲个古仔啊！讲咗好多次噶啦，最紧要就系佢哋未听过啊嘛。咁又系，啲细路应该要知道过去嘅。俾心机啲练啊，练好至准食饭。阿准吃饭啦，大家唔好练啦，吃饭啦。但系阿爹话要练好功夫先可以吃饭。咁你话俾妈妈听，吃饭重要啲啊，定系练功夫重要啲啊？吃饭。好啦，咁大家休息一下，食完饭先再练啦。一腔热血，怀着理想我，愿比天高，胸襟最广，要比天高，亲情未老，炯炯眼光，人事要敢作，敢于看望，前尘后尘，共聚今生，成败都是一趟，千秋万世，留下战绩我，悠然自豪，经典角色，创新思想，岂能俗套，千古传颂。幻石只一块，激千尺浪，前人后人还看，今朝细数几个好汉，壮壮壮，坚决荡荡荡，流着汗汗汗，风吹爽爽爽，男儿是千尺浪，豪情是千分光。看，风吹爽爽。